国民政府为了体现民主，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准备在行政院以下设立行政委员会，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三方参加，为行政院出谋划策。齐白松先生，这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吧？啊，对对对，是的。容我直言啊，宋先生在行政院之下设立的这个新机构不能改变整个系统，因此仍然是一党专制。这说明啊，新机构属于行政院，行政院属于国防最高委员会管辖，国防最高委员会又属于国民党中常委管辖，蒋主席也不是由人民选举的，而是由国民党中常委推举的，因此这一系统不改变，就失掉了我这次来渝谈判的基础。可是We can talk again. 依然可以再谈吗？ I want to propose a toast to Mr. Joe's successful travel. Cheers. 啊，干杯，干杯。Mr. Joe, I have been appointed ambassador to China. Last night, I consulted with a few officials, and they hoped I could convey their ideas to you. 请讲。Dean Song advised a new institute under the Congress. 靠不住啊。Meanwhile,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litary committee, a committee would be put in place made up of American, Kuomintang, and CCP officials to reorganize the army. 如果你们两方提出了整编方案，我们不能同意怎么办呢？ That wi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military committee. 蒋委员长是军委会最高的当道者，那岂不是等于由蒋委员长来做仲裁了吗？ That is a question of technique. Furthermore, we decide to find an American official as CCP director and a CCP official as vice director. 我们坚决反对。Why? 我们的毛主席如果知道这件事，他一定会拍桌子的。Why would Mao hit the table? 他一定会说，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是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成殖民地军队。我们是绝对不能同意。希望你能理解这是为什么。南来啊，现在结束党制，成立联合政府，已经成为时尚。听研究，我们认为应该先结束党制。结束党制？请问，如何结束党制呢？我们倾向于召开党派会议。那么，参加会议的成分和内容是什么呢 ？What do you think, Mr. Joe? 周先生的意思呢？成分应该是三方，即国民党、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三方代表，有权讨论和解决党制，还有起草施政纲领、改组政府，保证各代表有平等的地位和来去自由。这是我草拟的一个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请各位参阅。这是无独有偶啊，我们也草拟了一份关于政治咨询会议的方案，交由贵党审阅。其实可以不看了，因为你们草拟的这份方案叫政治咨询。恩来啊，坐下说，坐下说。何利先生，请。刚才啊，我向诸位报告了这次国共会谈的经过。简而言之，他们反对我们提出的结束党制，坚决否决我们提出的有关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特别不能容忍的是，我再三提出要有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参加，他们就是不做明确答复。哎呀，怎么能这样？因此啊，我这次重庆之行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
为什么他们只和共产党会谈，而不允许我们民主同盟参加呢？就因为我们手中只有笔而没有枪吗？哎，一语中的，蒋先生就是一向信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古训。那好吧，我们民主同盟连夜起草对时局的宣言，再次提出结束一党专制，实行联合政府的主张。我是国民党的元老，和蒋先生共事多年，深知他的本事就是靠手中的枪炮维护他的独裁统治。我反对他，他就开除我的党籍，就要抓我去坐牢。说到这儿啊，我又不禁想起了仲甫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中国不提倡用科学反对愚昧，用民主反对独裁，中国的革命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啊，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拿起手中的笔杆子，倡导科学和民主，坚决反对愚昧和独裁。但是啊，我想提醒诸位，随着日本侵略者灭亡的临近，蒋介石可能连口头上这点民主都要收回去啊。现在世界范围反法西斯战争就快结束了。2月2日，苏联红军迫近了德国首都柏林，只要英美盟军再向柏林挺进，他们就很快会师易北河。这就说明希特勒继墨索里尼之后很快也会灭亡。换句话说，随着希特勒的灭亡，欧洲战场也就结束了。另外，在不久以前，2月11日，英苏美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了会议。根据他们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规定，在德国投降后的2到3个月内，苏联要参加对日作战，也就是要出兵我国东北。这也就说明日本也战败在即。形势看来很明朗。8年了，我知道很不容易啊，但我希望大家在要欢庆胜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从现在起，你们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对付中共方面来，转移到对付高喊结束一党专制、跟着中共高喊什么成立联合政府的秀才上面来。景之，好，在。美国帮着我们培训的那几十个美械师都完成了吧？有的已经完成了，有的正在加紧训练。一定要抓紧。是。文白、韦章，从现在起，你们和中共会谈的口径一定要改变。一句话，中共必须要交出军队。文院长，您最好能和周恩来当面讲清楚。恩来啊，你们搞的那些东西我都看过了，我不能接受你们的主张。这联合政府无异于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呢，等于分权会议。我们不能同意蒋先生的意见。请问，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要不要遵循？美国是不是两党治国？难道共和党和民主党参加的会议就是分权会议吗？ Generalissimo, Joe's advice is worth considering. 我没有考虑的必要。赫尔利大使，美国的国情和我们不一样，美国两个政党的性质和我们也不一样。好吧，我立即飞返延安。再见。周恩来回到延安以后，经历很长时间的中国共产党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并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在开幕典礼上发表演说，并在4月30日做了长篇发言，系统地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总结了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关于革命同盟军思想的理论，增加了新内容。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6月19日，又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以美英中三国宣言的形式公布的波茨坦公告。15日。 日本广播天皇的结束战争诏书宣告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重庆沸腾了，延安沸腾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都沸腾了。但是。 当全国人民从欢庆胜利的沸腾中清醒之后，都禁不住发出这样的自问：胜利后的中国将走向何处？中国共产党响亮地提出，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已经来临了。但是，蒋介石却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8月11日。 蒋介石以最高统帅部的名义发出指示，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或许是日本投降来得太突然，蒋介石没有准备好发动内战的条件，遂向延安一连发出3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去，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有着真诚的愿望，对局势也有清醒的认识。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8月27日，赫尔利和张治中乘专机到延安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 戴上，哎，不错不错，这帽子有点像南洋人戴的吧？主席啊，这叫考克帽，曾经因为拿破仑戴过，也叫拿破仑帽。哦，孙中山先生也戴过这种帽子。主席，把它拿在手上，稍稍一挥动。 就有一种显示乾坤的力量，<笑>来试试。啊，不，这只手，高一点，再高一点。哎，对对对，<笑>来的主意好啊。嗯，这帽子我是戴定了。 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毛泽东的专机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从此，中外瞩目的重庆谈判正式拉开了大幕。 我从延安给你们带来礼物了，请到那边去拿吧。好，来来来，欢迎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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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
你们还到机场来迎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啊！你奔走国事，身负重望，应当，应当啊！改日到府上拜访。好好。现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我们要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详细内容都在上面，大家看一看啊！来来来，大家不要急，都有都有，不要急不要急。老先生，欢迎你，欢迎老先生，老先生啊，老先生你好，看这样，荣姐，亚子兄，你我有十九个春秋没有相见了，嗯，真没想到，没想到你我会在蒋先生的陪都见面啊！对对，你是抱着大仁大智大勇三者的信念而来，一定会感动所有的人。你是诗人，我要借你的口风，为国共和谈讨个吉利啊！你好，你好。大家都坐下吧。自抗战军兴，我就数度邀请毛先生与我面谈国事，终未如愿。今天举国上下在欢庆抗战的胜利，我也终于等来了与毛先生晤谈的机缘。为此，我要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欢迎毛先生的到来。感谢蒋先生的热情邀请和如此盛情的款待，我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祝愿国共双方尽快达成和平建国的协议。好。为了你在重庆工作的顺利，我特派警备司令张震中将为你服务。谢谢。也为了我们会谈的方便，我们就都住在这林园官邸。明天一早，我们举行第一次会谈。客随主便。好，我们大家就端起酒杯，为预祝我们的会谈成功，干杯。辛苦了。啊，请主席稍后。若飞啊，你陪主席在院子里散散步，我上楼去检查一下。哎，不用了，咱们一起上楼。主席啊，我还是先上楼检查一下吧。主席有所不知啊，这林园有很多故事，我给你讲讲。哈哈。都检查过了吗？报告，全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问题。不行，我还要检查一遍。我们绕道走吧。为什么？不要影响蒋先生看书啊。既来之则安之。依我看，蒋先生不是在看书，是在等我。
永之，我可听说你是个素昧夜行，是昼夜颠倒的人，怎么也起这么早啊？这叫入乡随俗嘛。有你这句入乡随俗就好，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们坐下谈吧。好。嗯。润之啊，近20年前我在广州办黄埔军校，你在广州办农讲所。我还记得你去黄埔军校讲过课吗？岂止是在黄埔军校讲课，我还给蒋先生输送了不少学生呢。结果呢，你选送去的那些学生多数又回到了你的身边。应当说我们那时候合作的还算不错，同吃一锅饭，为践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着。可后来呢，由于蒋先生不给饭吃，我们只好另起炉灶了。润之啊，现在抗战胜利了，你们回来吧，咱们再同吃一锅饭。这也是我所希望的，否则我就不来重庆了。关键是蒋先生用什么样的锅，做什么样的饭。好，会上再谈吧。毛先生，你请吧。大家都坐下吧。毛先生，谈判可以开始了吧？可以。蒋先生，我们愿意先听听你们的方案，然后我们再谈意见。我们并没有具体的方案。政府方面为什么没先入为主提出一种谈判的方案呢？是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定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全部意见。对此也希望中共能本着精诚坦白之精神，言无不尽。中共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永久的和平能够实现。毛先生，中国没有内战。要说没有内战，恐怕连3岁娃娃也不会相信。请问蒋先生，如果没有内战，你们爹爹让我毛泽东来重庆干什么呢？蒋先生，我们有一个建议。国共双方的会谈应分为两个层次进行，第一层次由你和我们的毛主席举行会谈，确定谈判的主调和宗旨。第二层次，国共双方派出会谈代表，具体落实你和我们的毛主席确定的每一项内容。可以。政府方面就派出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做谈判代表。中共方面派出周恩来、王若飞作为谈判代表。好。毛先生，听说你们有一个具体的方案，可否拿出来作为我们谈判的基础呢？此次会谈的中心是落实和平建国之大计，而和平建国
非一党所能决定啊。所以等我们征询了中国民主同盟以及各界有识之士的意见之后，再转交蒋先生。好。主席，李少石同志，她是廖仲恺先生的女婿，在办事处任秘书。少石同志啊，你的老泰山是革命烈士，中山先生的忠诚战友，也是我和恩来的好上司。我的岳母大人何香凝曾多次跟我提起过有关革命的那些往事。请你转告何香凝先生，我这次来重庆还有一项任务，那就是营救廖承志。请主席放心，我一定转告。好，慢点。好，主席，慢点。哎，来，周主任，毛先生，警备司令张震中将为二位效劳。主席啊，他是黄埔一期的，和向前、陈庚是同学。哦。当年我在黄埔军校还给你们授过课呢。是的，我听过毛先生讲的课。看来咱们有师生的缘分。是，一日从师，终身父母。老师足矣，父母不敢当。毛主席，周叔叔，毛主席，宋先生在里面等着呢。孟行，要是少时敢欺负你，找你周叔叔告他的状。毛主席，少时他不会的。不会还是不敢呢？走，请吧。毛先生，宋先生，如果我们从武汉分别算起，整整18个年头了。是啊，那时你毅然辞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之职，带领工农百姓上了井冈山。我无法践行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只好亡命苏联和德国。这就应了古人那句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命运把我们连在一起了。主席啊，请宋先生坐下谈吧。好好，包先生请。嗯，请。请。毛先生此举不仅出蒋先生所料，而且也为山城人民所担心呢。宋先生，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国家应该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如果说过去是为了抗战团结进步的话，今天就应该为了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为此，我亲自来重庆和蒋先生共同商谈和平建国的大事。和平建国的目标能实现吗？主席认为和平是可以取得的。现在美苏需要和平，全国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还有内部矛盾等等。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也是这样看的。他说，蒋先生甚至连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和苏联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所以啊，这位杜鲁门总统就帮着蒋先生出主意，让汉奸来做守备队，直到美国能够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占领海港为止。这就是蒋先生和美国人的本质。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
怎么办呢？我们只能按照中山先生的教导办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哎呀，周先生，先生啊，这就是毛主席。哦，毛先生你好，主席，他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民主之家的主人先英先生。久闻先生大名啊，弃官为国，开放私宅特员，常年开着流水席的当代孟尝君，先特生先生。是啊是啊，谢谢毛先生光临寒舍呀。寒舍不寒呐。主席，皖南事变之后，南方局缺乏军费，转移致使人人，多亏了他呀。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啊，谢谢谢谢，请。啊，请。你看，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能知兵，能攻书，能收藏图籍，放眼达官楼，更赢得江山如画。哪管他法西斯体压迫，有执教，有文学，有政治党团，嫡掌天下事，常及此民主之家。张表老为你画了一幅鲜活逼真的肖像啊。张表老是我的恩师，乃先生夸奖学生之笔呀。明智时归啊。张澜先生在里面等着您呢，请。好好，毛先生，恩来怕特务加害于我，执意让我在卧室里接待你的来访，所以就委屈你了。哎，何言委屈之有啊？我们的朱总司令是表老的高足，他特意嘱咐我，要我向先生行弟子之礼呀。哎，折煞我老汉爷！啊，折煞我老汉爷！你的好友吴玉章先生，在我来的时候也再三嘱咐，待他向川北圣人张表老表示问候啊。啊，谢谢谢谢。张表老，我就把毛主席交给你了。我还要和张群商谈谈判的事宜。好，先告辞了。哎，好。毛先生，请请坐。哎呀，毛先生，恩来大有治国之才呀，是你也是国人之福啊。中国四川出了个张表老，那也是国人之福啊。毛先生，你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富强，不顾个人安危，飞抵重庆，奔走和平，实乃兰所敬佩呀。哎，这该因为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华民族所遭受的灾难，实在是太深重了。哎，话又说回来了，蒋介石明明是演的假戏嘛。国共两党要谈判，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啊，派恩来先生，再加上若飞先生谈，不就行了吗？何必动润之先生的大驾呢？哎。只有我亲自披挂上阵，全国人民才能看得出谁是真心诚意想和平建国。蒋介石这摆的是鸿门宴呐，他哪能讲什么信义呀？前几年呢，我就告诉他，只有实现民主，中国才有希望。可他竟威胁我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民主。可现在呢，形势一变呢，他们也大喊起民主来了。现在民主成了蒋先生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只好奉陪啊。我们来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来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是很有价值的。
是啊，蒋先生要是能回心转意，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真是全国人民的福啊。但愿如此吧。张彪老，你对即将开始的国共和谈有些什么建议啊？有。蒋介石无信义，国共和谈必须要有第三者参加。我就力主应该有您为主席的中国民主同盟参加。哎，可是蒋先生不赞成。这叫民主吗？不，这还是独裁呀。哎呀，在蒋先生眼里啊，这不握枪杆的秀才就是花瓶啊，用得着的时候出去展览一下，用不着的时候轻轻一推就认为可以把它打碎。张表老一言中的。这样吧，你们民盟有什么意见，我向蒋先生转达。好，好啊。毛先生，我问你，听说你在林园贵宾楼住是吗？啊，是的，不过只住了一个晚上，恩来就让我到红岩村那边住去了。好，就是离城里远了点儿。啊，文白先生腾出自己的贵园让我白天在那儿工作，去会会朋友。贵园？那就离我的特园很近了。好，过几天呢，我以民盟的名义宴请毛先生。那就谢谢了。进来。主席，自从你和柳亚子先生长谈之后，他一夜未眠，给你写了一首诗。啊？他是诗人吗？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渔舟，弥天大勇逞能格，遍地劳民乱躺休。林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归同舟。中山卡尔双元河，一笑昆仑顶上头。鸭子先生的诗开当以康，逼使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呀。可惜啊，那天他当面向我索句，我一句像样的诗都吟不出来。主席是革命的诗人，只要条件具备了，是一定能够写出好诗来的。眼下我哪有吟诗的闲情逸致啊。主席啊，据内线的同志报告，就在主席安抵重庆的第二天，何应钦命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在围剿红军时编定的剿匪手册。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啊。也就是在主席安抵重庆的当天夜里，蒋介石匆忙召集会议讨论谈判方针。他确定的方针有三条：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第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事实整体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必以此为中心。还有吗？还有，他明确指示对中共在政治方面的要求可以宽容，而军事统一则严格要求，不稍迁就。
德来，明天呢，你把我们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后，拟定的国共两党谈判方案的十一项意见交给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请他们转给蒋介石。好的，这样一来，国共双方就结束了摸底阶段，从而进入正式谈判了。哦，对了，请你通知内线的同志们，在国共双方谈判期间，要密切关注蒋介石的一举一动。好。哦，主席，张澜先生刚刚打来电话，说以民盟的名义，于9月2日中午在特园举行宴会，欢迎主席莅临重庆。好啊，好的。真是好，这真是民主之家，其乐融融啊！我也真赶到回家了。好，请吧，主席，请吧，毛先生，主席请。起奋斗，光。